反观最近的生活，不冷不热，有好多话想说，没人可说。我想起你了，也在附和，一遍又一遍，该怎么办呢？就这样一个人拦着，从此我的世界里再没有你。看房间里面你留的纪念品，指针的转动飞快不停，月光好朦胧，怎么不在意？怎么今好安静，在凌晨两点半品尝孤单和对你的遗憾，却不知向谁说一句晚安，还在自我调侃，有些不堪少了你的陪伴，保管。从此我的世界里再没有你，看房间里面你留的纪念品，指针的转动飞快不停，月光好朦胧，怎么不在意？怎么今晚的夜好安静？在凌晨两点半品尝孤单和对你的遗憾，向谁说一句晚安，还在自我调侃，有些不堪少了你的陪伴，只好将回忆封存保管。在凌晨两点半品尝孤单和对你的遗憾，却不知向谁说一句晚安。